本期讲解一个 AI 制作古画唱歌视频，十个作品涨粉30000，日入1000以上这个项目。这个项目是用 AI 制作一张古画会唱歌的视频，一张古画照片动着嘴皮子说一句倒数了，相信大家平时都刷到我这类视频。这种冷门玩法起活非常快啊，非常有个性啊，非常吸引人的眼球。这是书艺图做的，这是视频号的书艺啊，都是最新的书艺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转变工作、项目实操、变现方式都详细的讲解，工具箱也有提供啊，必看，里面都有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啊古画唱歌视频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